百米冲刺手速开挂，从来没想过原来演唱会歌手换装这么刺激。准备准备，爱在心扉。这不换歌之际，王心凌就要在四分钟内穿越整个体育馆，还要更换妆造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一时间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。多久？一分半。三分钟。好在懂事的粉丝已经学会自己哄自己了。但是我上面换衣服的时候，你们不能很抢，会等到我出来。网友讲话了，而一套操作下来，演唱会结束步数第一，关键是教主重登舞台，唱跳还不喘就很迷呀、啊。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，都看过张靓颖后台换装神级和声的这个舞台，没想到镜头一转，在2023演唱会广州场，两分钟里她不但完成新的妆造，还在后台清唱与观众互动。而造型百变的张韶涵，台上有多惊艳，台下就有多兵荒马乱，换个衣服堪比 F1 换胎。六次吧，七套服装、每次换衣服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惊人。不得不说，一场演唱会成功举办，歌手和工作人员都像打了一场胜仗。不过一切都是为了呈现最好的舞台，没有辜负到场的观众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咱们先到这儿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